州啊，然后啊，去那边去去那个地方叫彩塔哦，还有那个就是桂永路啊，就桂本那个地方，跟着你家那个桂永路，回来就桂本那个地方，去了就是很慢的，再坐上火车就快半钟了。我都是今年才那么老的，一把就几年了，你初中学的那么几年，你要切一下那个女人几斤的，还要超级老的。但是景色幾好的，你看又山又水又樓又海，你看飛機未收，而家又六點鐘喺度講。
I'm sorry.